三春香香满青烟上，抓一味当归入药汤，相思泪絮断心头上。孽儿留守在枕上，摇铃时荒凉，半夏新月照千里光，与君一别两苍茫。夜郎此去不归期，轻动来生再续，如针去望不留息。灯心燃尽不火体，一晚回想独我欢，心藏清君一匹。大雨淅淅沥沥，模糊眼睛，却仍曾经更清晰。为君再奏一曲，今夕何夕，两手难回天注定。大雨淅淅沥沥，沾湿回忆，恨别离无药可愈。任由情而天无影，白云都散去，生命越叹息。有你的手镯陪着女儿出家，女儿便是死也甘愿了。作用，这些都是什么书啊？我脸上的毒疮，娘，我的药方是对的，是对的。
定是低头换了我的药。是独宗所铸的毒经，以针灸同时刺涌泉穴、太渊穴、关门穴，亦可解脸上毒疮；刺百会穴、中平穴、三阳穴，破中指放血，可缓体内剧毒。殿下，吉时快到了，还不更衣啊？小毒古人呢？殿下放心，已经交给百里姑娘了。现在，明香姑娘照顾得很好。殿下，吉时已过，今日无法迎娶，你们请回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抬回去吧。起轿。起。停轿。我与秦王乃是陛下赐婚，我看谁敢抗旨。这还没进门就想拿陛下的身份压哀家，我倒是要会会这个韩云溪。小姐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小姐，母妃，您还没拜堂成亲，哀家可受不起。已过了吉时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母妃，秦王殿下呢？你别得寸进尺啊，哀家可不是你的母妃。陛下赐婚，新郎不仅没有去接亲，并在礼堂上也没有看到影子，那媳妇可以理解为秦王殿下这是抗旨不婚吗？你放肆！就凭你也敢随意诽谤秦王？媳妇认为还是快快进入喜房，这件事才好遮掩过去，太后跟陛下呢才不会听到什么风声。你是在威胁哀家吗？母妃冤枉了，我这可全是为了秦王殿下着想。娘娘，秦王殿下至今未归，咱们可不能吃这个眼前亏，先把他收进府，以后怎么说。
息，这可是你先招惹哀家的。龙飞燕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还没有回来？娘，我终于嫁进来了，离我们团聚那天更近了一步。您再等等希儿，希儿很快便去找您。难道他一路追杀我到这里？万一他认出我来，可就糟了。还好毒疮没有了，我当时也戴着面纱，他应该认不出来吧？你可知道这里是秦王府？我可是秦王妃，秦王可是除了陛下之外最有权威的人。你要是杀了我，他肯定不会饶你的。哼，喂，怎么这么重啊？压死我了！老实点，你中毒了，你的心率缓慢，呼吸沉重，应该中了不止一种毒，其中最严重的是蛇毒。看你衣服的破损，应该在腹上零星四寸，半个时辰之前中的。而且，喂，你不能死啊！今天可是我大婚第一天，醒醒！他人事不行，毒死他。还是不行，我这刚嫁进来就闹出人命。姨太妃肯定会把我赶出王府。为了我娘，我也得扎根秦王府，搞定秦王，找到太后说的那个什么鬼印记。别动，你一动毒液就会随着血液进入心脏，到时候更麻烦，你得听大夫的话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帮你脱衣服啊，不脱衣服怎么能解毒呢？
我自己来。哎呀，害什么羞啊！我是医者，在治病救人的时候是不分男女的。再说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我才是吃亏的呢。老天保佑，千万别认出我来，要是认出来就麻烦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进秦王府啊？你觉得呢？你不会是想刺杀秦王吧？现在秦王不在，我把你治好，你就走吧，我不跟任何人说啊。你是谁？我是为了找这脸上毒疮的神幽草，因为白天戒备森严。我们见过。Thank you.
毒宗的毒蛊人配方果然非比寻常，一个毫无功力的小孩竟然有如此神力，果然是得毒蛊人得天下。给我送。是。求求你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好疼，杀了我吧。殿下，只有这一侧。是。情报总说，这个地方以前是太子控制的。这经路绝不止一卷，以天辉的性子，也不可能交由别人保管。看来这一侧与其他不同的是太子私藏。殿下，四处都搜过了，没有毒宗下落。带上小毒蛊人，咱们撤。是。先走。
找治疗我脸上毒疮的神油草，因为白天戒备森严，所以我才半夜偷爬的。伤人，半个时辰之后自动解开。我这也是为了自保，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啊？哇，这里面记载的毒草，真的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一看你也是不懂毒的样子，要不就送我吧，就当是你给我赔礼道歉了。把书给我放下，不然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会。都这样了还嘴硬啊，你就乖乖在这待着吧，后会无期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去和百里将军会合，安置好小毒五人。是，我随后就到。好，殿下，走。是是。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，把手交出来。我真是小看你。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，你就不要找我了，你也找不到我。你偷了我的毒骨经络，还看到了我的脸，不能让你活着。真是个死脑筋，说不透，不陪你玩了。
是谁啊？穿过毒瘴的时候，你吃的是什么药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毒性精纯，味道独特，是你自己提炼的。是啊，你也是来抓我的吗？有人在抓你，你能帮我吗？萍水相逢，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搭救你啊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公子神仙一样的人又生得这么俊俏，肯定心地善良。我现在迷路了，又不能回去，还请公子指条明路。你嘴倒是挺甜的。好，那本公子给你指条明路吧。看到这条路了吗？嗯，一直走下去。多谢。进谷了，七少，七少，有人闯进谷中了，我们正要去看看。放心吧，我知道是谁。你们呢，就好好的种草药，我去看看。以往每次有人闯进谷中，七少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让我们去杀了来人。这一次，为什么他却一脸有好戏的样子？不要妄议，七少，快种你的草药吧。哼，就你最勤快。受伤了，给你包扎一下。小兔子啊，你说外面的人走了没有啊？不过那个毒瘴那么厉害，他应该进不来。可是看他今天追我那架势，应该不会轻易放过我的，只能暂时在这待着了。好啦，不过是想上山采药治我的脸，谁知道还被人追杀，
我爹又嫌弃我，徐夫人跟若雪还欺负我。要是我娘在就好了，我可不信她死了，她只是失踪了。不过还好遇到了你，你耳朵又大又白，就叫你白耳。你不说话就当你同意了。白耳，白耳，白耳。白茸茸的，真可爱。小兔子，刚刚给你敷的药叫白侧耳，那我就叫你白耳吧。白耳，我儿子取的名字呀，真好听。丫头，我看你挺有爱心的。你是这儿的主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毒瘴那么厉害，你却毫发无损，而且这个山洞看起来是自然而生，这深谷无人能进。要说你不是主人，我可不信。我看你真是够聪明的。刚才还要多谢公子相救，只是不知道那个人还在外面吗？追你那人，我刚回来的路上看到了，他还在外面，只怕你要等到地老天荒了。真是个死脑筋。公子，你就好人做到底，就让我再多留些时间。留你是不难的，但你要告诉我，外面的那个人为什么要追杀你？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个勤奋的少女爬上峭壁采药，然后呢？追他那人手拿北玉剑，一脸贵气，绝不是池中物。可这样的人物我在北丽却从未见过。若说他是天灵人假扮，可惜我在天灵的根基还不够深。你说这个人奇不奇怪？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我这个人吧，不信对错真假，我只看对方的能力。我刚刚看到你提取毒药的能力不错，而且毒瘴也奈何不了你。这样吧，跟我过来。我这蛊叫药鬼蛊，药谱中草药无数，如果你能找到我说的三种药草，我不但相信你，还会答应你一件事。当真？当真。拉钩。我们的约定就是两个时辰之内你要找到善白衣女、鬼打墙、神幽草。真是误打误撞，我找了两年的神幽草，自然知道它长什么样子，有生长习性，只是另外两株。怎么，如果你放弃的话也可以，从今以后你就在我的药鬼谷里当我一个洒扫庭除的小丫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也太小看我了，不用两个时辰，一炷香就够了。一炷香的时间都到了，你只找到了神幽草。小丫头，你真让我失望。这不是还有时间吗？你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，以前我都只是在书上见过这些奇珍异草，你这里全都有。不过你跟我一样，毒草药草你更喜欢毒草。喜欢吗？你要喜欢就留下来当我洒扫庭除的小丫头。我才不要。再说了，你有心让我完成挑战不是吗？怎么说？从你谷中的药草来看，你擅长用毒，你又见过我的伤疤，知道我在找草药，你就肯定知道我要找的是神幽草。神幽草虽有剧毒，但是经过提炼也是治疗伤疤的圣药。好眼力，但这也不完全对。善白衣米、鬼打墙，这才是考验你真正的功夫。这可难不倒我。有毒药材分为两种，
一种是显性药材，一种是隐性药材。善白一米，无水毒草王者。虽然它是显性药材，可是只有在开花的时候才有剧毒。这个季节，草药大多都开花，唯独它不绽放，因为它在离开沙土的那一刻，会吸收根里的最后一滴水，绽放花朵。此时剧毒。那鬼打墙呢？这就更简单了，你这地方种的都是些有用的草药，怎么可能让杂草丛生呢？肯定是想遮掩什么东西。这鬼打墙跟狗尾巴草一样，所以才有这名字。虽然你不认识这两种草药，但你很聪明，悟性极高，算是我输了。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可以兑现了。嗯，我要神幽草，多多益善。拿去吧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走？追你的那个人他已经走了。你不早说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哎，这样，我让白苏和朱鱼送你回去。我自己认得路，不过小兔子我不能带回去，就送给你了，你好好养它哦。好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谢谢你的神幽草。七圣，他知道了药鬼谷，会不会派人进来让我去杀了他？不用，你就好好带白耳，以后他想来你就让他进来吧。可是那不是白耳。七圣，咱们在天宁不能够暴露行踪，与他过度牵扯只会害了他。我知道。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你一晚上。没人发现吧？放心，没人发现。世界凋谢，我会一生在你身边，用沉默间接抵抗万语千言。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吻别，我会有手中的线为你缝圆，陪你看日升月间，陪你看沧海变迁，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忆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白黄走遍，只因你读得懂我，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血。在你的身边。
心头前。